过年大会。12个半个小时，现在都8个半小时，知道几点吗？要比以前好多，所以呢，越南时间呢也慢我们台湾时间呢，是2个半个小时哦，2个半小时啊，1个钟啊。你过马从那边过马路之前呢，你看看左边呐，但是没有看到地图头阵，我要出去上车呢，要不然又撞到了，那个乡下人呢。都不懂的那个交通规矩，大概是40分钟就到了，到我们那个郑国市啊。那小王就利用这短短的时间呢，简单的介绍越南呢，给大家认识一下啊。越南是位于中南部，像去年前年这个时间已经很冷了，这边都差不多10度9度呢。来到这边如果天气太冷啊，这个学生不用上课呢，在家里都看天气预告，如果明天早上9度8度的话啊，自己要早上要离开家之前呢，晚上先看天气预报，太冷不会上课的，另外呢，我刚刚做那个照相机，复印机啊，还有那个洗衣机，不是在南越，就小王住的地方。那我家里我离这边1700多公里的，我从那边走路到这边去，1760，蛮远的，因为越南总长2000呢。我开玩笑的，没有走路了，我都是坐飞机。这条河啊，小王给你们猜，回国我们叫岘港，然后南部就是西贡港口，三大港口。以前越南有2个首都，现在只有一个呢。现在越南不是那么有钱呢，越南大部分有在那边买的话，都是越南的高干。就是公家机关里边上班的，他们都受贿赚大钱的。而越南这边呢，他看到对面反正是没有什么车子过来，都冲过去呢。有时稍微等个10秒8秒，他们不等呢。越南人大部分都是这样。我们现在开始往市区里边走。我们这边呢，像那个就开始冷的时候啊，很奇怪的，每年的圣诞节哈就会冷的。圣诞节的那一个礼拜之外呢，像礼拜六、礼拜天呐，或者是初一、15那些人都会来这个庙拜拜呢。拜拜大部分女生来拜的，男生很少人拜的。这边男生呢都比较懒惰的，还有在这边。
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们很喜欢。干嘛这低分率？这个阿妹
参观你们的房间。我们出去啊。没关系，在这边。啊。那我再把这个。我出来接了。
进了，一进入境了你。
十八斤盐的，你看嘛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！今天的太太，啊，这台是两三百的，不是一台，是一台。哎，剩一台就要冰准。手机咪放落去。想象你不用把它想的时候很像很像，它这个就是一个形象。哇，这都趁哪里嘛？还好不会很冰的，是凉的。你这个第二三个站，第二些坑了。
后面呢，那我往回看呢，后面像一条岛呢。下龙湾地标。对啊，是这个。啊，对面前面那条两块小石头。啊，下龙湾地标。现在那个。老贝啊，太宽了，老贝啊。那你画的贵点吗？叫黄小天，叫黄导。听不听？哦，听得到。现在两个对在起了啊，亲嘴石了，现在变成亲嘴石了。角度对，角度啊，角度。哦，龙家。亲到了吗？好看一下，一下，二三，你要把眼光开歪，你把就做死。我只是要写一下，我要拍舞，在笑，再来一点。啊，那个鱼啊，在背面呢。啊，石斑鱼啊。石斑鱼在哪里？有。啊，想象那个石斑鱼什么样的？就是那个。黄鱼啊，像那中间那两边又分开的话，可是后面那个比较漂亮。亲，赶快照看石斑鱼，是石斑吗？哦，纯，哇，来了，来了，真的，分开了，分开了，头断了，头断了，碎碎碎，我眼睛睁不开还碎吗？咪咪的比较漂亮，哦，真的漂亮漂亮，这张，真漂亮哦，碎，好乖，熟悉啊。先嘛，先来点啊！报警一点呐、啊，那个老公没注意啊！哇，手在干嘛？手在干嘛？你怎么样？你报警的，报警的！来，我有叫你这样搞，背吗？背对，装得很拽那样。他那侧背对，背对，背对，肚子。就要背对，肚子很变态。对对，肚子。你改当做阿猫啦。我的手拿不来啊！你死定我没办法。走，不是你要说好换，我们要被人家控制，你都不控制我，怎么知道啊？好，等一下，小光来看到。好，来，小光来。还有汤没点？
nói từ xuống từ đẻ cái năm sáu chiếc bìa đó nó đẩy mười mấy chiếc vô trong kia mới.一二三，哇！
看伊记无？金枪一柱。异想天开，天外，它上面是有一大象，大象在哪里？哦，对，一象鼻，大象就是，好想象，那这里像一狮子头，异想天开，注意啊，这个地方有没有地震？红越南这边。Thank you.
无嘛，还佫有细只。水，真的吗？一直一直努力。耶！耶！真在了，啊，真正水啊，啊，真正水啊。
放多少？等下，我这手不知道放，那边要开拓很多。那就安尼冲啊，水啊！庄总，你有对了店嘞？我对小姐对了店嘞。今天这个，今天是一种你在表现。你站起来，水拢无干哦。啊，搞啊，别管你搞。跟哪节都玩嘞？啊，他真的嘞！除了那个彩色的那个哈、哦，它桥是1980年做的，还有右手边那个桥很久的，1912年呐、啊，1912年那个龙边桥，法国时期就有了，那个走铁路的，铁路那个桥旁边被炸坏掉呢，以前的完整的时候那个、像一条龙啊，好、哦，还有龙边桥，
现在进到市区了。发这钱的客人也不说话呢。等很久了，十一二年前了。12:30了，下车贵重的东西拿下来啊。
我会在码头那边等上岸，因为人去了昨天我安排你们一个下，啊，我每天发一站就对了。啊，万一有迷，以防万一有迷路的话，到时候我们叫自行车，人家会带我们回来，带回我们木武溪的地方。好，因为今天公司安排木武溪是我们9:30，啊，所以等一下去坐完电瓶车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你阿公不平呢？最好可以带回家，带回家。对，喜欢。带，我就请你了。那你传说中的仙桃不用做啦。传说中的仙桃就是长得这样子。我们右手边是和力士的那个体育馆，体育场啊，叫踢足球啊。好，来这边一张票，最便宜的1000多台币，最贵的话台币4000多块。这叫什么？坐前面，他们炒黑市。这叫什么耶？来了，这叫什么？因为你平常你没有伤心的事情哭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就掉眼泪，就因为擦油啊。啊，好，那个油你现在我们如果擦这里的话，你就觉得凉凉的，一下不要稍微碰到这里就。住这边老百姓也很无聊呢，啊，没有什么娱乐场所。他因为参观那个胡建明陵寝不用钱的，就像瞻仰毛泽东一样。他是在天安门广场，那我们是在八平广场。38岁的时候补品，48岁的时候自己的老婆是日常用品。哦，58岁的时候呢，人家的老婆是违禁品。那我们男生68岁关机，女生到68岁没有用啊，当纪念品。他说女生到68岁没有用啊，当纪念品啊，摆来看的、啊。呵呵。那他摆了那木工工。啊，没有啊。昨天他们就找到木工，昨天去查了那个摆。哎，木工工在那摆工那个。啊，就是找现在的老人。来，我们等一下回来的码头在这边坐船的哈。好，等一下码头在这里。
下。
一下咧哦，我上一下镜头。天气哪里啊？我看你这是这个金钱的。过过准了，笨啦！那我看你过过准，你炒了没样子？Yeah!
好辣的啊！
好几千万呢。摩托车现在他们下班时间呢？现在下班。啊，他们五点半六点下班，然后路上还没回到家里啊。刚才5点半更多，那现在越南这边的摩托车呢，它的行情呢，大概是2天那个驾照送到你家里。那两张相片跟两百万越南盾，有人专门到你家里收，收完2天就给你送到家里，已经做好出来。还有你考试，内向饭店，啊，韩国人来开的，你给我把它喝了。
生前的时候呢，餐厅那边有餐，啊，已经有人帮他吃饭了，啊，这边。我说这个可以通风啊，但是过年我们这个八月嘛。今年呢？Thank you.
头，满了满就碰了，满头，它是属于亚瑟，亚瑟。